食物回去吃。来这销赃用的地方，就把你弄在家里面。比如说你抢了一个什么金链之类的，可以过来销赃。我觉得像你玩过天一样。人家奶茶店。Liquors， 不是，那只是说他卖完。哦，我觉得纽约大部分都是这个。因为好像一般的店不太卖 Liquors， 可能是法律规定。如果你要买烈酒，只能去万象 Liquors。Good near Deli Cafe。Good near 只是一个说明它质量很好。我知道。Deli 是说它卖的是 Deli。Deli 是什么？冷食。我想喝咖啡，我们找个 Starbucks， 有个 Central Park Branch， 应该有，反正就有个 Starbucks。哼，前面那个绿绿的就是 Central Park。我看到了，三个马路。
那个楼是最细的那个，那个尖刀一样的楼吗？等一下，57街是一个特别宽的街。可以不看，影响大。哎，那个楼的立面，这里的这栋楼好像都很老的样子，哎，这是历史文物吗？应该吧，就能拆的那种，可能是。你在拍什么？街景。Mascot.